你们俩这个吵啊，吵三天三夜就这么多话，还是这个？因为就是各自的立场不一样嘛，对吧？这个我们听明白了。今天来就为这个吗？你们俩交往当中一切都好是吧？除了工作的事儿更多了啊，比如说他拖延症吧，啊，就不管做什么事儿都可磨叽呢。就一弄我就等他半天，就像有一回他上班，我早早的就到他家楼下等他，然后送他去上，不是就是出活动。 送他去出活动，结果可能是10点左右的活动嘛，他非卡着点儿，然后路上又堵了车了，然后结果迟到了，就赖我，然后好多种这种事儿。但是迟到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早去，因为我能觉得时间能到那儿就可以了，而且我那次也没有怪你，就那一次迟到，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卡着点儿，因为一天工作下来也挺累的，我觉得没有必要提前过去，但是他就觉得啊提前过去等着那种。 您那不是说只有一次，你是好多次。但是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拖延症也不只是上班，你不管干什么，比如说出门啊，你都磨叽。一弄我在楼下等半天，等俩小时，等3小时你才下楼。还有比如说，你拿快递，对吧？你买了那么多东西，你就到一个你就拿一个不得了吗？你非得拖了很多快递都到了，哎，我去给你拿去，然后还得交人家滞纳金。我又没有让你交，那个滞纳金都是我自己交的。你总说我迟到，那有的时候约会你也迟到呀。 就有一次我俩已经好久没见了，然后我就订好了饭店嘛，特别难订，然后我就等着他，就是已经约好时间了，然后结果他说他跟朋友打麻将来不了。那打麻将那是之前也就说好了，然后咱俩的约会呢是打麻将结束以后。可是你也答应我了呀，那朋友比我重要吗？不是朋友比你重要，是正常的打麻将，你提前来找我了，那我只能打完了再跟你约会，这没有错啊。 好像看起来是因为职业产生的，其实背后肯定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因素哈。男生除了爱打麻将，还喜欢干嘛呀？还喜欢喝酒，就平时就夸张到有的时候喝吃个零食他就想喝点，主要他酒量还不行，就有一次跟他朋友去喝酒，然后喝多了跟隔壁桌就吵起来，他就要动手。嗯，那不是，然后我劝他也劝不住，因为他就喝酒之后就已经控制不了理智了，就。 谁说话都听不了，我当时我就说你要再这样闹就分手。他说行啊，那就分啊。然后他朋友就在旁边说啊，他开玩笑的，开玩笑，你别拿那话当真，就朋友在劝，但是他还是那样。那是我喝酒，一我只是跟朋友们喝，也不跟异性喝，也不跟不认识。你还想跟异性喝呀？然后你说跟人家顶多也就算是个吵了个架，而且呢，那也是对方的错，也不是我的错。 但是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动手就不对了。主要是你喝多了，你控制不住自己，你没有理智。那我现在也不怎么喝，我就偶尔自个儿搁家喝个一瓶，那就当饮料喝了呗，下饭呗。那是因为你要跟你朋友去，我不让你去，所以你才不去的，要不然你肯定会自己去。